走了武工队，来了独立营，一个独立营，少说也得300来号子人吧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呢？咱有2个弟兄，就是被独立营杀的，还有灯塔那边。从即日起，加强巡逻，严加防范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独立营，它是些什么货色。是是是是。哎，不是大哥。 你真想把这个三吊眼给你卖嘴上这面啊？哎呀，眼下咱们缺人手，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的死对头，用他们总比用别人强吧。茅房里种白菜，将就着使吧。哎呀，现在这俩小子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，估计也没啥大出息了。齐亮，齐亮，齐亮，人家给你骂谁？ 三吊眼，只要你们两个人诚心实意跟着我干，本区长不会亏待你们。是是，承蒙区长器重，小的绝不让您失望。儿童团，呸！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？打算的财旺还揍俺，打死你！那你还敢欺负俺？ 打死你！儿子，爹，海生啊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小小的年纪，你就铁了心的跟着共产党了？啊？呸！吃扒皮！俺爹出来的时候你害死了他，俺给你当香炉时你已经提婚了我。 有种你再把俺放了，俺就亲手宰了你！不怕，他是你阿哥。松吧，爹，这小子是疯狗的，放开他准咬你。是啊，松开。松开。爹，来来来来，坐下。 让你坐你就坐，俺不坐一把夹子椅子。哼，为什么呀？俺是儿童团的团长，跟大尾巴势不两立。哎呀，共产党给你的官不小啊！儿童团团长，没看出来，我面前站的还是个团座。<笑> 王团座，我知道，龙王岛的人都说你是少年英雄，啊，可老话说得好啊，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大好的时光，千金难买啊！海生啊，我现在是龙王区的区长了，啊，只要你对我诚心诚意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 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敬酒不吃你吃吃，鱼霸夹的酒，俺敬酒罚酒都不吃。我就给你把鞭子给我。海生啊，你和你爷爷是怎么折腾我们池家的，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。听说还分了我们家一条船，啊，我也不打算跟你要了。我池荣章不是个气量小的人。 只要你告诉我，我们家财宝让你爷爷藏在哪儿了，我就放了你。俺不知道。那我再问你，共产党都跑哪儿去了？你面前就有一个。嘿，我再问你，海葵在哪儿啊？当然是在海里。那独立营。 在哪儿？吃扒皮，龙王岛上到处都是独立营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想问的问题俺都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有种你现在就把俺杀了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啊！吃扒皮，你有什么手段尽管招呼。爷爷告诉过俺，余家儿女冻死迎风战，刀下不低头，是爷们儿死也要站着。
不知道好歹的东西，把他关起来，拿鞭子抽他一天一夜，看他还嘴硬。走，走，绑好了。是。准备，家伙。 有问题，问你。第一，财宝藏，你问一百遍、1000遍都不会说。<笑>俺倒要看你的嘴硬，还是……你歪嘴，你的嘴就跟棉裤腰一样，省省吧。他娘的，拿来！ 去谁家呀？铁蛋家。那小子，他可蒙着面呢。你怎么能知道他是铁蛋啊？除了他，这个村子里面就没人敢打老子。哎呀，要是别人呢，那都好吧。这个铁蛋啊，是刘三嫂的儿子，这万一弄错了，错就错，现在这里是俺的天下。哎呀，二少爷，你忘了昨天去玉皇抓海生天了？ 他拿弹弓打俺，俺就能抓他。哎，咱这么的，俺有个主意，咱先把这个事儿哈，向你爹汇报，看看你爹怎么说，行不行？哼，俺不管。哎，麻子，啊，走，回牢房。啊，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起来。 让他进来。哎，哦，三妹啊，来了。啊，这一忙啊，就把收余杭的事儿给忘了。想好了吗？走哪条路啊？我今天不是为这件事而来。哦，听说你把海生给抓了。哈哈，消息怪灵通的啊，怎么？ 他跟你有关系？他是我余杭的小伙计，我希望你池局长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，把他放了吧。哼，那些人杀了我的亲人，分了我的财产，我回来之后大失人证，这还不够大人大量啊？今天早上，您可没少杀人吧？ 那是因为王四江分我家产，败我江山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好了，三妹儿，你就不要再为别人操心了啊！还有伙计呢，余杭都快没了，哪来的伙计？只要我供销社还在一天，我这老板就要为我的伙计负责。 你这是逼着我，现在就把余杭收了。出来加油，注意啊！出来加油，海参崴有代价了。
快帮助他！海生的事，你就不要再操心了，赶快回去收拾余杭吧。外孙，来了！宋克，请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消防员带着部队都去舰上了。 说是明天全部回青岛，这么快？还是听詹麦长说的，他们的火轮都开到那边去了，说是休整一下。快点！你马上到镇上去，把萧副官还有手下几个连长全都请来，就说我要大摆宴席给他们送行。快去！是。 二子，干啥呢？干啥？你看看，这还有他，都是为铁蛋打的。你亲眼所见，是铁蛋打的吗？没错，就他，他脸上还蒙着块黑布呢。<笑>蒙着黑布？嗯。铁蛋儿，铁蛋儿，开门。娘，还正在做梦呢。 看见了，我儿子在做梦呢。铁蛋，你刚才真的在睡觉？你们把海生哥抓了，没人陪俺玩，不睡觉，找你玩啊？哎，你小子别狂，想回去俺抓到你，非活剥了你不可。去你的，不服俺还揍你！铁蛋，娘怎么跟你说的？二刁蛋不管怎么着，论年纪啊。 也算是你哥哥，即便玩不到一块儿去，那也是乡里乡亲的。麻子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吧？是这个理儿。进去吧。哎，三儿，可俺总不能白挨打吧？麻子，你说你也白挨打了。我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他还是不依不饶的。你给我支一招，咋办？刘掌柜的，虽说哈打俺们的人呢没抓着，但是俺们毕竟到您家门口了，是吧？这街坊邻居住着，您是不是稍微的表示表示？哦，来来来，我跟你们俩处理一下伤口。不不不不，不是伤口的事，我是说这个这个要钱呢。 二子，你们家也算是龙王岛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，你缺钱吗？哼，俺从小吃香的喝辣的，才不稀罕那玩意儿呢。那就是你爹缺钱，走，找他去。找他爹干啥呀？问他爹缺不缺钱呢？<笑>刘掌柜的，俺跟您呢开个玩笑。<笑>麻子，好大的胆子，抓不到人，你讹到我头上来了，别以为我好欺负啊！ 咱们现在就去找池区长，让他评评理。不不不不，二少爷，快走，快走！还找铁蛋呢，别什么蛋了，走了。麻子，缺钱了，再来找我。娘，他们俩是你打的吧？是啊，娘。 你是没看见他们怎么折腾海生哥的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救人没这么简单，搞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。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要批评你两句，没有我的命，你怎么自己出去了？俺也是急着救海生哥。不过还算机智，战术嘛也配合的不错，这一点还是值得表扬的。娘。 这个是我们大龙山根据地的草图，如果有事儿，让铁蛋按照上面画的地点来找我。儿子，拿着这张图去大龙山找你四乡爷爷，问问他们叶局长回来没有，告诉他们海生被抓了。
现在国民党的部队都在镇上，村子里面只有池龙章几十号海匪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营救海生。好，虎子爹，爹，你看，你看，怎么了这是？爹，俺和麻子叔叔去牢房，想带海生出去溜达溜达，可是没想到铁蛋那个兔崽子起来那个树上用大木打俺们呀。他人呢？刚才俺都去他家了，可三婶说，三婶说什么？他说想跟俺过来见你。那你把他带来呀。他不让啊。不去他不是俺不让啊，是把俺们那人啊，他脸上戴着面罩呢，根本就确定不了到底是不是铁蛋。你说把人带回来了，万一不是咋整啊？这是，更何况您不是还是要娶那个铁蛋大娘当老婆吗？还是你小子想的周全啊！爹，那俺不能白挨打呀！你放心，爹不会让你白挨打。爹，可俺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呀？爹说是谁，就是谁。哎，爹，啥意思啊？铁蛋娘要是顺着俺，那就让铁蛋再舒服两天；他要是不顺着俺，哼，那就是铁蛋打的，我就把他抓过来，我扒了他的皮。哎，听懂没？嗯嗯。俺不想去，听奶奶的，俺还要打海生呢。你爹不是要跟三妹合作吗？你得跟铁蛋搞好了关系呀。俺才不想跟铁蛋搞好关系呢。俺爹都说了，如果三妹要不答应跟俺做后娘，俺爹都亲手扒了铁蛋的皮。那怂孩子，那万一要是合作了呢？啊！再说了，咱们得礼尚往来，知道不知道？人家三妹一上岛就来看咱们，那现在咱们风风光光的回来了，也得去看看人家，知道吗？什么脑子？走！哎呀，不想去，俺要回家。走。三妹啊！哟，老太太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看看，你上岛的时候就去看俺，俺能不来看你吗？你说我这孙子啊，这两天跟铁蛋闹了点误会，我领他来呀，让俩孩子和好。您客气啥呀？小孩子闹脾气很正常。屋里坐吧，走，二子，走，走啊！来，进来，二子。嗯嗯，坐这儿吧。哎，来，好好，二子坐。哎。铁蛋呢？这孩子属猴的，闲不住，吃完午饭就跑出去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哪儿疯去了。海生都被抓了，他找谁玩啊？村子里孩子那么多，跟谁玩不是玩啊？以后啊，多让他跟俺孙子玩，咱两家究竟是世家呀。对。哎呦，铁蛋不会救海生了吧？俺得回去。你说是这孩子，啊？回去啊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，以后啊，让他跟铁蛋好好处。小孩子呀，多玩几次就好了。嗯，这倒是。哎，三妹儿啊，按说呢，你跟龙章生意上的事儿呢，俺不好插嘴。俺是拿你当亲闺女，我才来问问。你这心里头到底是咋想的呢？老太太，生意上的事儿咱俩就别聊了。有什么事情我会找池局长的，咱俩聊点别的。
不过呀，我是为你好，三妹儿。龙章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那要是真发起火来，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呀。老太太，说实话，你说我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呀？那都没问题，关键是池局长他狮子大开口，我是承受不起呀。嗯。哎，那当初叶红山给你啥条件呢？他们啥条件都没有，只是说要把渔民辛辛苦苦打来的鱼都给卖了，别亏待了乡亲们就行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样的买卖呀，俺可是头一回听说呀。啊，谁？铁蛋儿，俺可找到你们了，快带俺去见叶叔叔。好，走。这次啊，多亏三妹儿机警，要不然咱们中了池龙章的计了。哎呀，还得说您眼睛尖呐。王队长，看谁来了？爷爷。铁蛋儿。爷爷，池龙章杀了好多人，还抓了海神哥。哎，老会长，对，大凯，叶局长，叶局长，哎，铁蛋儿，啊，大伙儿原地休息，解散。哎，你们啊，老会长，上级挂念咱们龙王岛，俺们护送完家属干部，刚刚上岸，饭还没来得及吃一口，余部长就派人来接替俺们，说，趁敌人还没来得及封岛，让俺们火速赶回。嗯，是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像当年打鬼子一样。收拾池龙章这老狐狸，铁蛋儿，有海英的消息吗？刘志山这个王八蛋，把他弄哪儿去了？叶叔叔，俺娘让俺来送情报。啊，你看，对不起啊，光顾着高兴了。说说，有啥情报？吃完我好带你走。刘志山，你别费劲了，不会说的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这可由不得你啊！这海葵呀，就是刘三嫂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池龙章回来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老板，他救不救你啊？章都理好了，老爷，除了昨天被您拉去那两户之外，还剩八成没送回来。大皮靴不错，美国货吧？这是俺从死人腿上扒下来的。没看出来啊。一个连走路都怕树叶子掉下来砸了脑袋的人，竟敢从死人身上扒皮靴，共产党给你的胆儿吧？老爷，俺那会儿也不知道着了什么迷，一看着这双皮靴，俺就……别跟我在这兜圈子了。你怎么当上的村长，我比你还清楚。去年，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支前队，表现得非常积极，受到了共产党的嘉奖。回来之后，你就跟王四江他们混在一块儿，听说还经常喝两盅，啊，是他让你当上的村长吧？老爷，误会，误会，
俺那会儿确实是被王四江他们所蒙蔽，一时糊涂，再加上全村就俺肚子里有点墨水，会拨弄拨弄算盘。当初他们成立渔业社，确实是找不出人来，所以俺这么说，谁分了俺家的财产，你最清楚。老爷，您现在看到的这个账本，就是当时俺弄的，哪怕是一个真名，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不，俺正核对着账目，给他们清算财产利息呢。这上面有我们家那些金银首饰吗？没有。那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以前和那些同游都一起放在后院的小仓库。就在您回来的前两天，俺被他们关在了后院的牢房。至于那些财宝被他们转移到了哪里，俺不知道啊。您消消气，听俺解释完，您再处置俺。哼！当时是这样，二虎突然来到了俺家，说俺是管账的，应当和他们一起去处理迟家的财宝。完了，他就把俺带到了后院的仓库，他们守着俺，把那几箱子财宝装上了车，还让俺做了记录，一共是四箱。这，当时二少爷也是看到了的，可打死俺也不能相信，那箱子里能装的是地雷啊，老爷！你就是个废物！老爷，俺对天发誓，俺是真的不知道啊！大哥，小黄，饿你个狗日的！就是因为你，害得俺大哥的老祖宗不得安生！俺他妈踹死你！我踹死你！我踹死你！麻子，你要不是看在俺大哥的面子上，老子早一枪崩了你个软骨头！他妈的你！带着账本回去吧，明天一早把账全都给我理清楚了。哎，他都滚！哎，大哥，寿才给炸坏了。嗯，俺已经找人啊重新做去了，但是也不能让老祖宗暴尸荒野吧，只好先填上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是啊，去。萧副官和几个连长都来了。嗯。爷爷。嗯。二吊弹硬炮上炸海神哥的耳朵。啊？他的耳朵？那他怎么样啊？叶叔叔，赶快去救海神哥吧。老会长，你别着急。国民党的部队去了龙王镇，现在村里只剩下几十个海匪，赤龙章还立足未稳。我觉得咱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咱们武工队只有20来号人，可赤龙章他们有几十号海匪，咱们想救也不那么容易啊。老会长，我们可以量力而为。目的只有一个，给赤龙章一个下马威，让他知道这个岛上还有我们这支游击队，以后他也不敢过于的放肆。铁蛋儿，这次你表现得非常优秀。俺也去救海神哥了，可是没救出来。好，好孩子。铁蛋儿，你还要辛苦一下。回去跟你娘说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定回去。可一定要把海神哥救出来。三妹儿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啊。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，不了。娘，哎，叫奶奶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跟老娘还认生呢。干嘛去啊？人二子找你玩呢。俺去树林里抓鸟了。小孩子都淘，这么大可不好管呢。好了，俺走了。嗯，哎，慢走啊。哎，
石某能从共匪手里边夺回家业，全仰仗诸位鼎力相助。听说诸位要撤回青岛，我特备薄酒，一来是表示感谢，二来是为了诸位凯旋送行。来，干了这杯酒。师长客气。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感谢师长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麻子倒酒。小副官，最近有没有跟我堂弟联系啊？已经给团座发过电报。哦哦哦，将大捷报上。哦哦，那我那个区长任命的事儿，你们有没有谈过啊？龙王岛区归海区县政府管辖。嗯嗯嗯，任命书自然由海区县县长来签发。嗯嗯，团座正在联系吕县长。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就能签发下来了。嘿，好，太好了。另外，团座回电，嗯，请您配合鲨鱼调查海葵。哼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这个鲨鱼，我配合不了。他是杀我老婆的仇人呢，啊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支局长，要说起来，团座是您的堂弟，嗯，这你的仇人，也是他的仇人，嗯。他之所以要利用那刘芷山，这一嘛，是不宜被共产党觉察，嗯。这二，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，嗯嗯嗯嗯嗯。命令如此，我必须传达。但是，就我与池局长的私交来讲，嗯，我说几句大实话，请讲。共产党都转移了，哪儿还有什么海葵呀？团座，这只不是慎重考虑吧？嗯。至于鲨鱼，虽然我们都从属于团座，但是我与他素不相识，却与池局长一见如故啊，所以说，啊啊，明白明白明白，心照不宣啊，心照不宣啊，心照不宣，不宣，嗯。老会长，嗯，啊，二虎，区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村口只有两个哨兵，可以从村西绕过去。大凯，你带两个队员到村口干掉哨兵，留在那里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。你带两个队员留在这儿，随时接应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以保存实力为重。嗯。出发。走。娘，你说叶叔叔他们能来吗？要去看看。俺也要去看。铁蛋，你不是想成为你爹和叶叔叔那样的大英雄吗？所以啊，俺要跟你一起去救海生哥。英雄绝不逞匹夫之勇，要学会听从命令。娘，现在的命令就是待在家里。嗯。你知道牢房在哪儿吗？就在咱后面，俺闭着眼都能摸过去。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听到枪响后，往院里扔两个手榴弹。是，然后迅速撤到村口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带我过去。
们就听着喊声受刑啊！你别着急，我们先去那边看看情况，你在这里盯着，小心点。枪响，独立营，走，抓住他们！叶区长，眼里有国民党军官。王会长，全部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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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快撤，快撤！遇见赤匪了，几个人？一个，一个你都让他跑了？这外面乌漆麻黑的，看不清啊！给我全村搜！陈局长，没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吧？肖副官，你是没跟这帮穷鬼打过交道，不把他们赶尽杀绝，你永远过不了萧亭日子。娘，就出来这个了吗？都是娘的疏忽，没想到迟家有部队。那咋办啊？娘再想想办法。